快来看看这个又有趣又惊悚的游戏，游戏名字叫 Silent Castle， 实际上它结合了塔防和战斗玩法，让你的敌人是邪恶亡魂。游戏开始，给你半分钟时间找一个隐秘的房间躲起来，同时是时候开始建造你的房间了。千万不要攒太久的硬币，因为亡魂一旦破门而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用睡觉得来的硬币来购买一些防御设施和武器来保卫自己，点击屏幕下载 Silent Castle。